刚刚这一包不太厉害。农历十一月初三吉时，风清金宝坛号召新北市莲花区金佛台的吉时。
听俗的天文岁数一年，今年十一月十三日，农历十一月初三，吉时，天时变化是不大，我站应该做领导，这个我们来的会准时。由大主社长的先生，主理委员当不起先生，率领老阿将队伍，向永德林社长做领导，这当我和台的会准时。请再把三杰摆列，应摆。今由永德林社长做领导，这当我和台的会准时。今仔日要比大家活动，我半心当顺利。再敬拜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发财平安，不破不破，祝寿在，人生大好，祝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大吉大利。我敬拜，祈求金刚力士将这领导，这功劳还得为尊师，留下真情心归人，对我两怀，这片清凉，友谊当存，一秒。
朋友就完全收入就发定完了。啊，大家先看下，咱转一包凉水，欢迎你们，我叫人做多谢的大姐。